家好，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些玫瑰的照片都是我自己种的。那么我非常喜欢玫瑰，我大概有15-16个品种吧，一共有50-60株。那么每年呢，我都会再培育一些玫瑰。玫瑰的培育方法呢，基本上就是可以用种子播种，可以分株，或者是呢嫁接。但是实际上最常用的两种办法呢，一种是扦插，另外一种呢就是压条。我比较喜欢用压条，因为压条的成功率特别高，可以说能达到100%。大家在镜头里看到的这些都是我在冬天的时候压的，那么它们都已经成活了。最底下是它的母本，都是从这一株开始压的。那么我们一共压了几盆呢？3盆。再往上看，还有1盆。对，所以说这一株不是特别大的啊，其实很小的一株玫瑰，我一共压出来了4盆，所以效率还是蛮高的啊。那么春天来了，我想把它们今天就断开。这样呢，可以促进它们更好健康的生长。这个压条法的成功率特别高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实际上它们和母株还是长在一起的，可以还继续吸收母株的营养，所以它的成活率才这么高。下面我们就先把它们断开吧。这边还有一颗 Mr. Lincoln， Lincoln 先生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种，因为它的香味特别好，好多香水都是用它做的。那么这一盆今天也可以剪断了。Mr. Lincoln， 这边实际上还有4盆，也是不同的品种，所以这一个冬天我大概培育了差不多10盆左右吧，都是用这个高空压条法培育出来的。这个空中压条法呢叫做高压法，高压法实际上是一种最古老的繁殖花木的方法，大概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。也有人管它叫中国压条法，它比较适用于那些木质坚硬、不易弯曲的枝条，或者树冠较高的枝条无法压到地面的时候。
那么这个在任何时期，在植物生长的任何时期都是可以进行的，但是春天和雨季的时候效果是最好的。今天我们就用这株玫瑰给大家来示范一下。那么为什么选这株玫瑰呢？首先是因为它有两个，相当于有两个主干枝条。那么如果只有一个主干呢，大家就不要用了，因为怕会影响母本植物的生长。今天这株呢是一个 Double Delight。 我们首先要选枝，要把选好的枝多余的叶子剪掉一些，还有上面的刺都剪一剪，免得扎手。另外呢，就是这个位置到底选在这个玫瑰的茎的什么地方？建议是选在两节之间，两节之间。那么传统的做法呢，都要对它进行环状剥皮，然后加深根粉。我们这个做法呢有一些改进，大家看一下。首先我们选好两节之间，然后找一把比较干净的美工刀。如果这个刀不是很干净的话，建议先用消毒剂，或者是用酒精给它消消毒，这样防止植物生病。我们先在茎的两侧各划一个口，那么这个位置将来就是要生根的地方。对，我们把两侧的表皮给它去掉一些，而不是完全剥离它。接下来我们给它找个合适的位置，找一个小花盆或者什么东西把它垫一下，找到一个合适的高度。然后呢，选个花盆在侧面开个口，这个开口呢是为了方便把刚刚那只玫瑰套上去，从那里插进去。对，做的好处呢，就是玫瑰好像还是长在原来的那只枝上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在小花盆里面加上土。正常的种植土就可以。简单的把它固定一下，防止这个花盆倒了。
样它就不会倒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么什么时候它的新根才会长出来呢？根据季节可能略有不同，如果春天可能会快一点，如果是冬天做呢可能会慢一点。一般正常来讲，大家可以一个月左右查看一下就可以了，或者是说如果是说正是生长旺季的时候，两三周应该就可以。那么为了保险起见呢，你确定它生根了以后，再让它在母本植物上生长两到三周之后，然后我们再把它和母本分离，这样的玫瑰的成活率是100%的，效果非常好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么除了给玫瑰进行高压法以外，这种方法呢也同样适用于给别的植物进行繁殖。这是用高压法繁殖的一颗葡萄，大概已经有3个多月的时间了，所以今天它也可以和母本分离了。这颗葡萄长得还是不错的，新的叶子已经长出来了。那么春天来了，希望它们都可以长得更壮了。